这是10万，这是利息，您点点。谁呀？我堂弟，机械专业高材生。别端着了，放下吧。这点意思啊？我什么时候借的你钱？去年的今天。去年的今天，好记。这么多年借出去的钱，准是赚点主动往来的是第一个。你小子是来挑战我价值观的？好像好玩，再借回来了。加油！我想再跟您借20万。啊，那就是说你今天拿来的钱，不但没拿来，我还得再添10万，是吧？不是话呀、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觉得我比你傻吗？啊？哎，我觉得雷总有些事情他也不能光看钱呀、啊，也得看人，对不对？赵天龙，你知不知道？谁？20年前，有个颜值比我还低的年轻后生，拿着一个好项目找赵天龙投资，他没投。你知道今天怎么着？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天天恨不得抽自己大嘴巴子。就这个年轻后生跟我还有点关系，我叫马进，这人也姓马，单名一个字云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财源滚滚啊！